是课纲这个东西它是最影响学生的部分，因为你今天大考中心要考什么都是依照课纲来讲，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课纲好像怪怪的，课纲好像哪里出了问题，然后大家看到就发现不对，然后但我们就会起身的反应。然后我今天，然后可是因为网络上的资讯很多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，我们都不一定。所以我今天办这个活动，主要是希望说大家回来翻翻看课纲的文本写了什么，到底哪些是事实。然后你再去多翻，比方说你看到的资讯是不是对的。然后比较完之后，如果你觉得你有义务书要出来反对的话，那你再来反对，然后你再来想说你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再来说，而你要先知道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对。